我有，他发现我了。我刚才还没看到我慢慢移动，可恶！来来来，我骗他过来。那我往下你吸酒啊！拜拜。哎，你站那么低。欢迎收看我不坑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《Free Fire》，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，这场要来玩我们的阿尔派经典模式。哎，点错了，你要团队突袭了。好，经典模式阿尔派来玩一下吧。这张地图现在有开放、啊、我猜未来可能会关掉，因为现在玩家太少了，就大家都玩经典模式吧，或玩其他模式之类的。阿尔派感觉上每次配到的人数都很少，很少看到有50个满哦、啊。如果有50个满，有可能有一半都是电脑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来看一下阿尔派寒假的状态吧。哎、欸，这样看起来好像都活人哎、欸，18个人，这人数怎么少啊？才18个，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19个，刚刚18个，下面19个了。这张地图其实做得不错啦，至少玩起来很有新鲜感啊。只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要玩。欢迎大家留言，为什么不玩阿尔派呢？还是你们不喜欢大地图？哎、欸，看到敌人，还大已经吸，就是已经玩腻了这种吃鸡类型的这种模式了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啊，让我知道一下为什么不玩阿尔派。我是觉得这张地图还蛮好玩的啦。后面没人，这边有一个，我们先抓这个。啊、他跳右边了，哎、欸，他跳屋顶是不是？哦、啊，跳右边。我先捡东西啊，厂房这边应该有东西可以捡。这地图很有趣啊，就是玩家太少。靠我的，那什么枪？嗯，刚才点到哪去了？哎、欸，看他。K 哥，他捡东西。啊，可恶，没炸到，没有炸死他。OK OK， 收掉。现在玩家炸不太死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现在版本爆破伤害跳的比较低，再來就是玩家都装那个血怪的技能，所以说现在变得比较炸不死，要炸到正中间才会死。感觉到是这样啊，如果对方有点防装，要炸他的几率有点低。剩13个人，我们要换一区。但地图还不错啊，码头很漂亮哎、欸，做得很好，很蛮期待未来的那个世界杯赛事之类有这张地图啊，玩起来应该蛮有趣的。之后玩家就是抢点的时候呢，会更不错。没有遇到敌人、欸，剩八个敌人，玩家太少，好难找人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无人机没有侦测到人，前面有个空投，他的圈好像蛮容易缩在这个地方的，很常缩这个工厂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常常遇到缩这边。你捡下空投好了，哎、欸，有车身，哎、欸，车身坏掉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打不到？是电脑吗？哎，弄出超奇怪的。哎、欸，活人哎、欸，活人哎、欸，玩他左右左右。我刚以为电脑，可是人数超少。哇，好多好东西哦！我现在发现我现在连那个车子的声音都听不到，车身坏掉了。他这个 bug 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，因为有些玩家遇到，有些不会遇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是用 iPhone 12 Pro Max 啊，还会有遇到这种奇怪的 bug。放个地雷。N79，我想一下，哇，这把枪哎、欸，很久没玩 N79 了，玩一下好了。但直播场在提以前一个炸四个，我换冲锋跟 N79 搭好了，步枪丢掉，拿冲锋枪，因为等一下收圈之后决胜。
冲锋枪用得到，捡个草丛来玩，再加点七九就够了。四发子弹 ，OK。他现在这个版本还是一样会开镜，有时候会瞄很高。辅助瞄准的那个预设的 bug 啊，还是没有改掉。我有发现，就是你如果要瞄准敌人，有时候会瞄很高，它就是预设的问题。最后敌人六个人，我们先到贩卖机买的东西。什么乱买啊？反正也不知道买什么。我现在满装了。无人机先留着好了，等一下决胜圈小点再造，这样子比较实在。那个尸体包 ，Famas X 手枪蛮好用的。钢枪如果拿这把的话，也是可以大开杀戒，因为射速很快，有加一点伤害。我现在 UMP 的话呢，因为他现在如果射敌人的话。射程越远，它会有那个降射程跟爆头降的关系，所以我都会搭背镜，然后让它开镜打，开镜打的话伤害蛮高的，把它当步枪用啊，看有没有敌人，要有四个人，五个人，看到人啊，我现在是投草丛，好久没有玩草丛，有没有地铁炸到？等一下，好像有人，等一下，屋顶上有一个。可恶！他怎么刚好动了一下？OK， 收掉战斗女仆。刚队友炸到人样子，他在瞄人，瞄那边。看到人了，他在这边干嘛 ？OK， 直接爆头，开镜，瞄头就对了。看有什么可以捡。先修一下，好久没有变草丛哦，变草丛好笑哎。很久没看人家玩家变草丛了吧？我因为我没有装悟空，我装阿洛克。等一下，镰刀好了，剪不下，不想剪了，先这样吧。最后敌人剩三个人，草丛好可爱哦！他的草丛是做比较密啊，我感觉好像比较密一点。最后三个，一个被毒死，下次努力。为什么被毒死了？帮我按赞是怎样？不知道是毒死还是怎样，还是摔死什么的？剩两个。我们要等这个缩圈，好，来吧，准备放无人机，直接照过去啊，这样比较快啊，省得我麻烦。照到一个圈边，我有，他发现我了，我刚才还没看到我慢慢移动，可恶！来，我骗他过来。那我玩一下你七九，拜拜。我伤害那么低，才80是怎样？他防装很高吧？还没死，哇！你掉价的好，只剩一发。按错键，我先吃个补包，剩一发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给他死。再见，262，他防装该爆了，还有个敌人，哇塞！等一下，先修一下，没子弹了。这一个我们看有没有镰刀砍他，可以玩一下五杀。我看到人哦 ，VSS 是不是？石头上一个了，他在圈外，不要让他出来，不要进来，把他锁住，丢什么东西？他丢什么东西？他丢靶啦！最好那刚才距离可以炸到我了。来，我表演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也炸不到，我没有装那个金豆箱，先损他血。拜拜喽！
又没死。哎，包括伤害也太低了吧，现在。来啊来啊，不要过来，我要镰刀砍他。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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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，你要被毒死啊，进来进来。哈哈，他被毒死了啦，来不及砍他，可恶。刚才我等他进来砍他，因为 我如果冲出去，我等下被毒圈毒死有可能。啊，真可惜。最后竟然不出来，不进来玩，想说宁可毒死，也不要被砍死啊。好啦 ，OK OK， 只是最后想要跟他玩一下镰刀啊，很可惜。好的，总之来讲，这个阿尔派现在玩家人数有点少，哇，太少了吧？少到就是很难找人欸，找不太到敌人。不过至少有点游戏体验啊。啊，总之希望大家有空多支持阿尔派，不然之后经典模式这张地图都关掉了，以后又剩百慕达。然后玩家说，为什么只有百慕达？因为我们台服玩家太少了。好，赶快拉你同学入坑吧，朋友入坑。那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来听影片，可以喜欢吃订阅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去叫 Free Fire 攻略情报，也就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哪一频道，之后去 IG 粉丝团搜寻我不可拿铁。新年期间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虎年行大运，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